各位朋友，欢迎收睇 Soho News。 今日向大家推介一样嘢，尤其是向一班睇开 Soho News 嘅移咗英嘅朋友，向你哋推介一个网站。各位移咗英嘅朋友，你哋喺呢一年或者半年或者几个月咧，有冇觉得空虚？有冇觉得寂寞？有冇觉得冻冻地咁样咧？如果有或者冇都好啦，你哋都可以去以下呢个网站 pineapplebun.uk 啊，菠萝包喎，咁啊，即系一听到个名就知道系我哋熟悉嘅香港朋友开设嘅网站啦。咁啊，呢一位pineapplebun 嘅老细咧，而家都系人在英国，咁佢都开咗一间网店咧，系卖一啲产品俾大家。而呢啲系咩产品呢？就是主要是一些日式的家居或者生活用品，還有一個 Hello Kitty 系列。喜歡 Hello Kitty 的朋友記得去望一望，去看一看。大家如果覺得去到英國之後好像硬是差那麼多東西，不用問阿貴，一定是差了一些日式產品。所以去到 Pineapplebun 的朋友，記得選擇一兩件產品，順便支持一下我們香港的朋友。移了英的朋友更加應該要團結，同埋咧係幫襯呢個 Pineapplebun 啊！如果大家今日去到呢個網站揀到你心水嘅產品咧，仲有一個優惠碼，就係呢個啦，去 Soho 呢一個 SOHO 啊，用我哋透過呢個曲咧就可以有 10% off 啊，有9折，咁啊歡迎大家用呢個咁樣嘅優惠碼咧，就可以令到你去到 Pineapplebun 嗰度得到9折嘅優惠。記得去咗英國朋友一定要去食菠蘿包，食菠蘿包 UK， 幫襯菠蘿包 ，OK。